见我吗？那一个憨憨 double kill triple kill， 在这个 multi kill 不要跑，你跟他们打哟，开无双啊，是吧？开无双，你小子完美拳是什么叫蛮人精英，名不虚传啊！我居然能顺着投影牌。乖啊，你们放心啊，有我在，这个大小不可能突破得了啊！操他妈，跟换超级二头鼠啊，兄弟们！我操！要变一个再一个，瞬间打脸是吧？我操，打不死，点不住了呀，真是太多了！现在刚刚那波其实应该换超级二的，我操，我傻逼的！哎，不过咱们这个随机家人还在啊，随机小人还在啊。好，再来波战术墨镜，战术墨镜，我操，被绝啊！我就想玩一次战术墨镜呀，我操，没了。这个英雄玩的啊，幸亏啊，妈的！如果起炮锤，我就已经四十级了。现在啊，不过我貌似看到了一闪而过的英雄出现啊，右手管道是吧？要炸不死你，我真炸死一个啊！不过人类胜利了这把啊，看看下局会不会英雄出现啊？如果出现，咱们四局到满级不是问题啊。
我只需要升一级啊，只需要一级 F2 一级，要立马拿四件套嚣张就完事了。不过人类已经胜利两把了，不知道这把会不会拧一倍啊。这样的话咱们用这个超兽暗雷兽加这个蛇鞭剑来玩一波，这三样啊算是这个中后期最强的三件套没有之一啊。超兽可以解控，蛇符剑的话可以控场啊，然后这个暗雷兽的话可以打一波爆发啊，简直完美啊，简直完美。看看这把会不会英雄出现 ，very nice 啊，小斑比 AT 飞利的增开啊。不过我现在是严重的经验惩罚，打死个僵尸，经验斩都不斩，动都不要动一下，真的是，我操，这么夸张的吗？啊，这么夸张的吗？你看啊，斩都不斩一点，真的是人麻的。我操，这就尸变了吗？抓这么快的吗？再这么想过来偷我的 S 吗？偷我的 S， 偷我的 S。我还没子弹就超人是烦脸，好，咱们捡个箱子回点血啊，回点血。来，超兽先展开啊，小斑比，你不自量力，去死吧你啊！打半天不升一级吗？又过来偷我的 S， 发现是开了波 BB 啊，老大鞭子抽不死你，大鞭子抽不死你 ，MOTQ 爽，轻松10K拿下啊！好，咱们打爆超兽这个右键啊，来。立场先开启 AT Freedo 先开啊，喜欢我的禁言吗？喜欢我的禁言吗？还他妈带毒屁啊，咱们来喷射一波西摩退散啊，打那么多僵尸一级都不升呀，我靠啊，我先买地雷啊好不好，差一级啊，真是吐了，而且我的 F2 貌似还打没了，我操，忘记按了，哎，升一级啊，让我买个地雷啊，升一级啊，我要被绝了，我靠，我要被狙了 ，nice， 36级，终于36级啊！来，地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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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点不了？怎么点？怎么点不了？真是烦死人！操！来，送你们颗地雷过来，操的地雷吧！啊，好，四个僵尸能升一级吗？能升一级吗？我操，一级都不升！哇！我人麻兄弟们，一级不升啊啊！一级都不升啊！什么玩意儿？他妈太严重了，经验惩罚了，真的是啊！这把估计拿不出四件套啊，其实四件套够呛了，这等级升的太慢了，我操，经验惩罚不是一般的严重，打半天一级都不升啊，咱们再买个地雷啊，再买个地雷啊，再打把这个右键啊，好来啊，宁定我立马解控，真的是傻了吧唧的啊，好，送你个地雷过来踩我的地雷，两个僵尸准备起飞，还看又是一级不升，一级都不升呀，我操，哎，二级 F2 有了 nice， 他妈哪来的僵尸，去死吧你该死的复活点，跑开跑开。好，你看这复活点刷的啊！好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咱们捡个仙子回血。我操，你还卡住我，真的是，别去死吧，你个贼种棺材啊！啊，真他妈恶心，这复活点刷的啊！好，咱们叫 F 二，咱们叫 F 二，扣我是把它弹开，弹开，天使天，没有弹开吗？什么逼玩意儿，这小奥，我操，弹不开吗？这超兽白开了是吧？这个血压啊突然就飙升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弹开那个小奥呀，我操，为什么啊，假超兽是吧，主要上把那个经验惩罚不是一般的离谱啊，我好像杀了 36K 是吧， 36K 啊，才升了两级， F2 还白给两个啊，我都不知道在玩什么鸡巴玩意，真的是像傻逼样子，不过这把啊你们放心啊，只要不拧一倍你们都得死，哇，是真的要生气了，英雄再次出现，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，咱们新战旧战一起算啊，来，小斑比把他抓来，过来踩我的地雷啊，隐身的斑比，咱们开个觉醒啊，起飞 boom 的炸死，升了一级音啊，再升一级音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出四件套了，咱们有先见者这把啊，好，来，过来踩地雷，过来踩地雷，居然不过来，真的是啊，那没事儿，过来一个蓝狗和一个蓝妈妈啊！我操，还开悟啊，还开悟，想屁吃狗，地雷的分 impossible， 隐身的斑比啊，我先放过你啊，单话指定没有你好果子吃啊！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踩地雷，过来踩地雷！哎，又过来个憨憨啊，好，39金，哎呀，开始了，兄弟们啊，我要开始涂凡力啊！不过还个地的话，咱们把它炸了吧，不要浪费地雷啊！不要浪费地雷啊！你看哪儿的斑比要弹开，哎，憨憨斑比起飞80000的暴击，一级都不升啊！咱们的话，这把去在室内的箱子刷，咱们在白屋顶加武器库吧。
啊，咱们交个武器库啊，拿出秒天秒地的四件套，这把作为全方唯一一个满级的四件套带师，我必须要带杀特杀呀，否则能解我圣宝的心头之恨啊！抓起来，兄弟们，抓起来力啊！来，准备好。准备好，僵尸清理大师 KWB,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全部带走啊！佛点是吧？该死还得死啊！好，我们来起飞一波，送你个无敌的天使，把这个白洞给它换出来。咱们这好像有高天，有弹甲扩容啊，白洞的完美输出版面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叮叮叮叮叮叮叮，可怜我卡米诺奇卡拉达了，来七八个天使，一个跳皮直接全部带走啊！超进化又打了出来啊，输出拉满，等级碾压。这把兄弟们啊，打不到100K，我不要你们的三连，好吧啊！再来一波七八个天使，天使降临，跳皮带走啊！狼狗位全杀不误啊！你狼狗多少分啊？该死还得死啊！好，天使先展开啊，下波跳皮啊，我们一波天使，一波吕布啊，完美的无缝切换啊！来跳皮，跳皮带走啊！这把真的是爽的飞起啊，等级直接碾压，连个大肥都没有啊！全都是憨憨脆皮僵尸，七八个天使来了，老弟啊！我全砍死了吗？天使一个没杀啊，真是白给啊！别急别急，稳住啊，还有40秒的突破时间啊，稳得住兄弟们，再来一波七八个天使，来个跳皮啊，你们其实不难发现啊，这个左下角啊陆陆续续的人在退出，哎，他们体验极差，我的体验极好，跳皮带走，继续继续，哎呀，爽的飞起来，七八个天色，这波来波跳皮，跳皮带走啊！好像给我的分，通过技都没用，好吧？啊，再来波七八个天色，天使的话咱们还没好，天使好，天使好了啊！那么最后几秒钟买个无人机来炸一波啊！来，无人机在手，天下，我一看我直接重拳出击，重拳出击，打击你妈就完事了。这把是119K 杀敌的 MVP， 太爽了！而且这把我又可以再变一次英雄，哎呀，怎么有人玩不起了呀？怎么有人玩不起了呀？闪票，闪票，踢踢踢踢踢，他一定是挂逼呢！哎，没开就是开了是吧？啊，不过野房嘛，也很正常啊。我甚至连打字都不想打字，反都不想反驳啊！你说是就是啊，这种小白揍就完事了，欠收拾啊，欠收拾。看看这把还会不会再次出现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咱们手动 F 一啊。好，武器库出现，这把的话抓的还挺快的，抓的还挺快的啊，对吧？这不又可以再打一局小白吗？很幸。哎呀，这把又抓起来，又抓起来，又是一把突反局啊！哎，我的发，我操，吓我一跳，这阵手又掉线了呢啊！好，咱们把白洞捡回来啊！大乔又沦陷了，兄弟们，哎，我是不会保护你们的，你们赶快去死吧！我只想一个人安静的刷屏，离我远一点，我不会保护你们的，我不会保护你们，你们都是我的神器而已，对吧？都是我的神器啊！居然守大楼，那不是必死的吗？哎，好，咱们先等一波，先把天使光晕打开啊！好，来七八个天使，一个跳皮直接带走我的朋友啊！而且大乔的话，貌似也抓完了，咱这话没有超进化，没有这个致命一击啊，有点打不动。还有个圣剑活着啊！你能做到圣剑，全得感谢我，好吧？啊，来七八个天使，送你个无敌的天使，再来波跳皮带走我的朋友。嗯，好，咱们不管他，咱们不管他啊！我们一个人打游击没毛病。这把话终于出大匪，这把终于出大匪了，所以咱们这个等级依旧是碾压20级以上，继续嚣张就完事，跳皮带走啊！杀僵尸啊，宛如切菜一般啊，不堪一击。来七八个天使啊，一个跳皮带走，还想给我的分？还想给我的分啊？想屁吃？你看啊，过来定我，屁又没有啊，屁又没有。七八个天使啊，来天使降临，天使降临啊！先把这个蓝光元素给他跳皮带走啊，他就给不了我的分了啊！我操，吓我一跳就接触啊！来，你小子七八个天使 again， 跳皮一波。天使王还没好，天使还没好。来嘛，老弟，我操！
被包围了啊，没有关系，咱们开个飞奔啊，来天使降临，跳皮带走，开不 V 来 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multi kill 的这个箱子回电系啊，哎，怎么是晴空，这是操了吗？是无人机？天使，天使，天使，天使 ，what the fuck，what the fuck 啊！这波他妈亏了，我他妈穿到内场来了，穿到内场来了。不过咱们先捡个箱子回血嘛。这波的话，差点被绝，差点就被绝了啊！好，满血复活，咱们再战300回合，叮叮叮叮叮叮，来嘛，老弟，来嘛，啊！想过来绝我一缕三奶。喜欢定我是吧？来嘛，您定我，那我也定您啊！来嘛，七八个天使啊，先吃我一个跳皮，再吃我一个天使啊！然后这个虎神拿出来补下伤害，来我射，我再射。时间的话，你所剩无几，天使的话估计充能不了了，没时间了啊！好，咱们就虎神去补伤害吧，来射死一个，射死一个 double triple kill 啊，再一个跳皮，我操，这都没死嘛？你又过来定我是吧？再中棺材，哎呀，没时间了这一把，他杀了96k 呀、啊，血亏啊，妈蛋啊！刚刚要是没买错武器的话，起码又是一个100k 的突反狙啊！那波传送的话，起码浪费了10秒的时间，哎。不过话又说回来啊，现在才第7局啊，我都已经突反突了2把了，哎，人都退了一大半呢。这还是个17回合的反击，所以感觉这把打完咱们可以退了，可以退了，没啥意思啊，这感觉后期没必要录啊。看看这把还会不会再次英雄出现啊？前期一时玩英雄可以一时爽，一直玩英雄可以一直爽啊！咱把这个清空给他换出来啊！不是英雄的话，咱们不玩白动啊！啊，您已被我操，开飞奔过来找我几个意思啊？这么恨我的吗？这么恨我的吗？笑死我了！而且你看左下角还在踢我呀，不要踢我了好不好啊？我真的不是挂呀，没开就是开了是吗？哎，咱们的话先破这个大楼啊！来了老弟，我操，翅膀被烧断了，这么痛吗？这冰毁灭？还个弟弟避开再过来射我，真的是你打得死我吗？他空爪。哎呀，别射了，别射，真是烦死了！这弟弟避开啊，我们先润啊，我们先润啊，不跟你多逼逼啊！哎，你给我等着啊！我操，冷却时间279秒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卡 bug 了吧？好，咱们先死一条命啊，死一条命！等我复活之后啊，你们都得死啊！先破大楼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先破大楼。喜欢点我是吧？啊，喜欢点我是吧？啊，还就是你小子说要踢我啊，真的太逊了。然后这把抓的非常的快，又是瞬间抓完。这把要是不您一倍的话，又是一把英雄突反，再揍他们一局啊！好，玩个深渊真的是那么嚣张，活腻了是吧？啊，那么俩又只剩一个人了，又只剩一个人没被抓掉了，效率失变的一局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您一倍呀、啊！选个女王，我才被禁了，什么飞舞反主？那么行吧，本期进化到此结束了，后面没啥意思了。